杰克隽逸的最新单曲一首新歌与前两支单曲一样，都升窜至各大榜单的冠军之位。日前一首新歌 MV 第二波花絮及30秒大计唯美预告片曝光，画面中杰克隽逸身临非洲草原，与虎豹、大象、羊驼、蜥蜴等生灵有着心与心的沟通。谢谢所有我们一起辛苦的所有朋友们，每个人都让我很感动，谢谢。娱乐99搜集分享。